近日，家在陕西榆林的大学生王同学因为买不到返回西安的火车票，决定连人带行李走一次物流，坐专门运送快递的物流车返校。王同学家里正好有亲戚是做物流公司的，他便顺道搭车过去，图个新奇热闹，一路很兴奋，7个多小时就到货，到站了。王同学这才叫顺丰物流，搭顺风车的顺丰，货到付款了，车费结一下，